我今年政府随着政府代表团到甘肃台，这个签订的这个活动的全过程，签约，我跟政府领导一块儿，一共三人到了朝鲜，订的是以后啊，从三月份到这个十月份，历时了哈5个多月，这个展览终于圆满的成办了。这个展览的全过程，我都是参与者，而且第一手啊具体操作的人也是具体准备的人。 跟着领导来草图，委托给我，叫我来具体草图。我感觉到这个朝鲜的绘画非常好，啊，尤其是这个哈、啊，这个绘画的主题思想，这个和技法的运用，以及暴露的民族特点。我们丹东人呢和搞艺术界，大家都非常欣赏，而且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大家看大家的表现和心情，这个今天上午大家也能看出来。 从这幅画面，我们看到就是朝鲜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在你们的领袖金正恩的领导下，人民生活是过着非常幸福美满。这是我的这幅画从中看到的一些。 完了，咱体育馆还不知道。